我要求的就是爱情剑，可以使一个不爱我的人来爱我。我爱上了一个男人，我一定要得到他。你要我下死降？中了我降头的人不出三天就会死得不明不白。你不要让我死。第一，我要你爱人的一撮头发，要连根的。第二呢？要他的血。第三样，要你的乳汁，我敢担保他任你摆布。有没有人能破了他呢？绝对没有。三天之后你的死期就到了。降头，有人想害死他，他的丈夫也中了降头。你要听我的话，给我转回来。除非有一天桑占比死掉，否则没有人能够破他的降头。你坏事做尽，今天就是你的下场。你就是我的降头。